我们这一台大型的矿山挖掘机呢，它拥有三个黑科技。第一个黑科技，它的大臂角度可以调节；第二个，驾驶的角度同样可以调节；第三个，履带的宽度同样可以实现调节。第一个，先来演示它的大臂角度调节。来，大臂往下降。OK， 第二个黑科技，它的架势可以实现角度的调节。来了啊，架势准备升起来吧。OK， 升起来了，感觉来了啊，降下去，角度可以随便去停。那么好，我们现在为大家来展示它的第三个黑科技，调节它的履带宽度。先把它的底盘支起来，先来量一下没有调节之前的宽度，现在的宽度是27多一点点。它的履带可以调节四个档位，因为它的车子太大了，底盘越宽它的重心会越稳。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，注意看履带。调节后的宽度是多少？刚才是27多一点点，对吧？现在的宽度是31.5，宽度越宽，它的底盘会越稳。